Hello， 大家，我是东。经过这么漫长的制作和准备，我的喉咙因为多次改变腔调而导致现在都感觉有点痛，但这些都不是重点，重点是我们的原神漫画剧情讲解的影片终于要正式开播啦！都会以每一天一集的速度来更新这个系列，更新时间当然是一如往常的晚上七点啦。然后原神漫画一共是有16话的，而我当然也不可能每一集就只聊一话的，所以至于这16话为如何分配呢，我也不知道，毕竟其实在写这集的稿的时候呢，我压根还没开始做这个系列。所以这些东西呢，你们就在影片更新时再慢慢看吧。好，那我们就原神漫画的剧情见，拜拜。